所谓的 AI 原生应用啊，我的理解啊，就是基于大模型的理解、生成、逻辑、记忆啊这些个能力开发出来的应用。这些能力是过去的时代所不具备的，所以呢，它才能够打开无限的创新的空间。文心的大模型在理解、生成、逻辑和记忆这些个能力呢，可以说是一切的 AI 原生应用赖以生存的基础。没有一个构建于这个基础模型之上的丰富的 AI 原生应用的这种生态，那么大模型其实就一文不值。